咱搁到电台中台语妈祖吼，咱的台语妈祖会当来咱这个什么体育场吼来结缘吼，这个这个缘分吼，再来到咱什么体育场吼来遮吼会当坐这个什么体育场这位吼，我相信咱当地台语妈祖吼非常的感。比如吼，大家会当吼，跟咱顺顺有求必应，安尼非常感谢各位阿妈，祝福咱在座者吼，会当即个生意兴隆，啊，事业发展，啊，身体健康，万岁，感谢，谢谢。啊，我们感谢陈主委以及我们北斗天安宫的委员们。那以及我们身心天空的委员们哈，那我们很荣幸哈，今天由我们那个陈主委呢，他由东罗妈哈，也是百年的这个百年定期的这个东。